赛哈，刚刚只是有人在的。哎呀，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啊？啊，林董的问题这样子啊？是我的问题。啊啊！我承认啊，是我的问题。因为刚刚应该要被他一百分。记得今天我饿死了。哎，大磊，不大磊就上来对了。秋雅。刚在吃东西吃太多。那你跟徐总对？我跟徐总，然后呢？我跟才哥。才哥是谁？对面那个徐一福的，黄一福的。给他们十块就好，好，这样会忘记回国。
随便人都可以。